OK， 各位朋友，今天给大家介绍黄色 orange 颜色的宝石。其实宝石的世界真的很多颜色，什么都有。黄色 orange 的这颜色就是它有芬达石啦 ，fire opal， 哇，这 fire opal， 这个应该是黄金啊。黄金，哇，这个也是很大的黄金 ，citrine 黄金，然后 fire opal， sunstone， 这个有可能是 imperial topaz， 哦，呀，所以就是宝石很多，差一点点就、那个了，这个是应该是 citrine 啊，斯卡拉斯郡。好，那现在我们就边看边播。哇，这个是斯郡黄金 PT 15克，钻石斯卡拉50 2625， 这2625就买个座子都买不到，钻石斯卡拉多。哇 ，Oh my god， 那太超值了吧，斯卡拉多。这个是黄金了，那这个是黄金，旺财黄金，这个18K 46.5 克，3990。你看钻石有三卡拉左右，也很重，这些钻石都很亮，3999。这个也是很大的黄金，是 Citrine。18K 很重，钻石也一卡拉87，白色是钻石，黄色的 yellow sapphire， 很能量很大的，磁场能量都很大。这个 18K 750，这个一看就是有品牌的那种风格，那有一个 logo 在这里，要慢慢研究。因为有一些品牌你这要用心去研究才知道它是什么。哇，你看这个佛彩非常好，彩头很足，品牌的东西了。然后这个就是 Citrine 14K 钻石跟 Citrine，这个就普通了，399。那这个黄色的 ，color sapphire， 这些其实都很贵的，18K 14.1克，才1380。那然后这个很干净的 Citrine，cutting 也很好，才999。16.5卡拉的 Citrine Yellow Gold， 很干净。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有可能是 Imperial Topaz， 不是100%，有可能是 Orange Tourmaline， 不过我觉得 Imperial Topaz 是机会会比较高一点，1880。14K， 那钻石也很多。这个是 Imperial Topaz， 哇，这个 Sunset 3.02 卡拉 Imperial Topaz， 钻石也一卡拉多，2100，特别。这个sunstone 有两三颗，我想看。这个sunstone 894K 钻石sunstone，这个也是sunstone，这个就更大一点。这个是香港一个挺有名的设计师，获奖的设计师，18K 2300。sunstone。人要呢个戒指，你哋几时拎过嚟咧？好像我们因为常有
芳芳就说，哎，越大你就感受的能量越强。三十栋好像还有一个哦，这个也是三十栋。哦 ，Moonstone， 他说 Moonstone 其实也是三十栋的，是 Moon 跟 Sun 是姐妹嘛，1200。那这些都很暖的颜色，暖的颜色，暖 color 暖的 warm。对，所以就是非常漂亮，暖颜色，温暖的，给人很温暖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一个 tourmaline orange 的 tourmaline 14.5 卡拉，钻石。在直播中，你自己玩玩先那个。嗯。哇，这个才550，这个座子这么漂亮，这个应该是Citrine。这个也是Citrine，哇，才199 ，Oh my god， 太超值了。这个也是Citrine，7.5克，699，好借钱哦。7.8克，哎呀，这个也699，那这个cutting很special。这个好啊，这个非常好，699，所以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要不断的看，不断的比较。哎呀，这个才180啊，这个也是非常漂亮。就是那每一样东西都好，就是因为他看他的价钱14K， 嗯，才360，十寸，哇，真的很漂亮。好了，这么多就。那这里有十寸。有 tourmaline， 所以宝石的世界真的很多姿多彩，多姿多彩。嗯，这个哇，这2200就是买个座子买不到的。OK， 座子两卡拉，石圈三卡拉84，我喜欢这样子放。哦，这个是 tourmaline 399 ，tourmaline 两卡拉49，这个就跟这个颜色很接近。这个5.7。你再放一些。哎呀，那这个就真的还不知道是 tourmaline， 有可能是 tourmaline， 有可能是芬达石。哎呀，所以就是有时候就很难拿捏的，因为，人的眼光是没有办法跟 GI， 这个是失去了啊，这个450了。啊，这个也是石俊，660。哇，这个小石俊，299，黄金，这个也是黄金，6.5克啊，6.5号，299。所以宝石的世界真的很好玩，对。每一个都不一样，哇，好玩。然后最后我就介绍 Fly Opal， 这 Fly Opal 都很珍贵，因为我们有很多 Fly Opal， 就价钱就很好，所以大家觉得，那个，可是 Fly Opal 本身是很贵的，18K， 这个也是，是圈，1880，是圈跟钻石，很重啊。那这一批都是 Fireball 真的很贵的，因为我们东西多，很多，我们借钱就放最低，1600，钻石旁边是 PT 跟钻石，1680都有数据的 ，OPPO 8.02卡，哇，这个就很。2990 PT Fly Opal Diamond 8卡拉多。哦，这个很亮哦。8 1990 3.16 卡拉的 Fly Opal。 OK， 1500，
OPPO 5卡拉一十二，一卡拉钻石哈，这几个先放在一起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颜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上班。发 OPPO。啊。天天上班。过年没休息啊？当然没有。漂亮。无所谓啦，你们每天都跟最漂亮的公司在一起。这个是1500，1500。OPPO 四卡拉68，880。这个对颜色非常鲜艳，我近期非常喜欢这种颜色。990 ，OPPO 两卡拉多。1080。1280，那这个有一点 Black Opal 的味道。1300起。1080。990都很多选择。好的，哇， okay. 你看，鲜艳娇艳欲滴，这个颜色很温暖， okay. 我感觉很温暖的，温暖的 color， 令人温暖，橙色、黄色 ，OK，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订阅频道 ，OK， 然后接微信。Tony， 嗯，麦登，来。